我觉得这一次的主持方式哦，还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，因为呢，我希望我可以拿捏好在现场的观众朋友的需求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看的到底是什么。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语言吧，因为我之前在各台主持都是用福建话，但这次要我用全中文主持整个节目，对我来讲其实我还蛮压力的。我觉得压力挺大的，虽然我不是参赛者啦，不过我也是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啦，就户外有这么多观众的。心情如何？现在啊，兴奋加一点紧张，非常的期待，因为要跟我们的电影咖合作，所以呢，哎呀，真是小弟我的荣幸啊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刚刚才参与主持这个工作啊，所以我有很多东西要跟我们的最佳主持人学习。哇塞，你看我们两个默契这么好，来，来，不说不说，一定没有问题。OK， 要开始了 5, 4, 3, 2, 1. 燃烧了整个沙漠。